爆棚的店。我们现在要去苗栗的大湖草莓观光工厂和草莓果园，我要亲自去摘草莓，多摘一点草莓吃。他是可以亲自摘草莓吧？对，草莓园不就是自己亲自摘吗？现在当季吗？现在是季节吗？不知道，不是吧？草莓应该是春天吧？他会让你摘上，你放心吧。枸杞还有，所以这都是果园。对呀、啊。刚才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柑橘。都是。这是柑橘。上次在哪儿也是阿里山也是，就所有的电线杆上都贴着女人侦探社，所以这个女人侦探社到底是干嘛的，竟然遍布了全台湾的农村啊，是不是？对，市里就没有，对，只要在这种乡县的地方全部都是他们这个小广告，女人侦探社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大七草莓农场欢迎就是大湖香了。哦，刚才所以一直有听见里面大湖香是用完善，用完善还有桶仔鸡快炒鸡油饭看着不错。哦，这边好吃的好多啊，马上会在这个县里香里拌汤，这个温泉。哦，对啊，这边就是前面就是泰安温泉嘛，就在这儿，所以它是有温泉的。咱们就是没定向泰安，因为全满嘛。哦，你挺懂啊，还知道泰安温泉。那当然。嗨，没关系，没定上就没定上吧。下次再来跑。对，这不前面泰安风景区嘛。哦，泰哦。它是有温泉的。这个柿子有点苦，我想给你一点甜哈。Hello， 您好。啊，不冷啊，一点都不冷。你这可以采草莓是吗？是的，可以采草莓。哇，这草莓好漂亮啊！跟你一样。很诱人，会聊天哦，老板，这么会聊天。那我们是采是怎么着？怎么采？采出来再称，照称的。啊、哦，称重的就对了。称重的，采多少算多少。采多少采、好。没有算人头的。没有算人头的。好，谢谢您。来那我是不是还要拿个小剪刀？哦，对。好，谢谢。哎，这是什么？草莓酒吗？对。草莓酒好喝吗？等一下可以试喝啊。可以试喝哈、啊，出来试试。酒量好像不错。喂，我酒量很好的。Very good. 对呀、啊，我就是怕酒量不好的。草莓工厂自己做，像我们这个，它是专门就是全大湖的草莓，它就是像 NG 果的话，就比较不好的果，它就拿去加工这样。哦，它的那个工厂做这些什么？哎，对，然后就炼酒、草莓醋这些商品，它从工厂里面做出来。哦，草莓酒是白酒吗？蒸馏的白酒多少度啊？三十度，三十度。我们高粱，金门高粱是56-58%嘛？对啊，那是30%。哦，那也很厉害啊。肯定厉害。我是两杯就倒了。我今天去采草莓，随便采是吧？看过去都可以采。看过去都可以采。后面会比较高。好，谢谢。我承包的草莓园，只有我一个人。草莓好香啊！是吗？你尝尝。尝尝。
起那点是要称重的，尝一个没事。没让你吃，我让你闻。嗯，真的是，尝一个，特别有草莓味儿。给这少的草莓，你还得分我一半。待会儿跟老板说一下，我偷偷吃了一颗，好吃啊。草莓是不是咱们自己也可以种啊？啊，不难啊。都觉得不难，自己种的时候就傻逼了。想灯泡一下。先来一杯吧，先来一杯，对，好呀，特别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谢谢，一点点就好，我怕你喝醉，谢谢谢谢谢谢，哇，这是30多度的，对，30多度，草莓酒，闻一闻，先闻再喝，哎，好喝耶，有股草莓的香味，然后我再双剑合并，双剑合并就是。草莓的水果酒跟它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哈、哦，是水果酒，它10%，它的浓度就10%了，然后再加上30%的，哇，这么多，我们两个混合喝一个就好，可以，我们特地来采草莓，特地来采草莓，没有给你们好好的招待，怎么可以？谢谢您，难得来呀，谢谢您，真的是难得来。我昨天很多人，昨天很多人吗？昨天人满满的，哇，那我今天很幸运哎。但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又伤脑筋了，哦，不知道为什么，天气冷，今天才有太阳，哦，好几天没有太阳，好几天没有太阳。这边家三天好吃吗？不好吃，不好吃。老板，哎，我说好吃的话，你等一下，我回来说，哎，老板你怎么介绍？不是你兴趣是不是？其实我们那边有一家老主顾，啊，老主顾，就咱们刚才路过那个老主顾，前面那一家，路过过。它是蛮道地的客家菜哦，它才是真的道地啊，那个是，不是、啊、那哎，好吃的东西你把它乱搞就不好吃了，对不对哈、哦？啊，谢谢您，那我们就去老主顾。对啊，老主顾啊，它的特色是蛮不错的，它因为它做了很多年。哎呀妈呀！然后我有朋友来的时候，远方来的，我也是带他去那边吃。老主顾，客家菜的。哎，对对，纯客家菜，对对对对对。太好笑了！都是客家人多吗？我是嫁过来的。您是嫁过来的？我是从南部嫁过来。哦。因为台湾就台北。
台中高雄嘛，嗯，那我是从最南端高雄来到这边的。哦，那当初来的原因呢，它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大湖草莓果园是因为但是大湖农工的校长退休下来开始经营这个地方。哦，它的种植方式是跟外面的完全不同。哦，大湖的草莓和其他地方种植方式是不一样的。每一家的种植，其实你看每一家的种植哈，都看都是草莓，嗯，哦，就像我们吃牛肉面一样，看起来都牛肉面，但吃起来的内容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这是用益生菌的，啊。这个草莓是用益生菌？对，那个，草莓用益生菌种植。台湾的有养乐多，对不对？对。那养乐多的益生菌是单位是非常高的。对。而且我们又加了特别的优酪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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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它里面的益生菌的单位更高，所以它会养乐多和优酪乳的汁浇水吗？它吸取之后，它的酸甜度会转变。哦，它吸取那个汁，那它吸取那个汁会招虫子吗？虫子一定会招，一定会招。那要虫子的话，要用比较天然的东西去驱。去驱着赶它，哦，对，明白。所以说台湾现在连日本都来学习的原因是说为什么台湾的草莓比日本的草莓好吃，哦，原因在哪里，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的技术啊，哦，一直在研发，哦，因为尤其是上一代跟我们这一代的想法观念又不同了、哦，因为现在开始偏向自然天然的东西，对，那天然的东西，政府现在台湾政府查得很严，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喷什么禁药啊？有没有食安的问题哈，哦？嗯，现在管控的非常严格，嗯，非常严格。他因为怎么讲？现在大家的健康观念哦，越来越高嘛，对。那以前旧农业，像我们以前旧农业说，哦，喷什么化学药品啊？有的没的，吃起来它是一直循环的，啊，对，在我们人体是一直循环的。对，那基本上就是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就用最人都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嗯，下去喂养，长的东西才好，多大都一样，才是棒。哎，因为怎么讲，像有的我这边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都一下飞机就跑来这里采草莓，原因在哪里？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种草莓，还跑来这边采草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草莓不好吃。我说为什么不好吃？他说我不敢吃。是，他不敢吃，是不敢吃。他吃了就很老实的跟我讲，我说你天你马上采，马上吃都 OK，嗯，因为这是很天然的。是，这个是我本身就是在这边经营，就是信用，还有品质安全问题，这样子做，所以说有很远道而来的人都会慕名而来。是不是咱们的草莓没有那么大，就是因为没有加？草莓没有大，是因为大颗的已经被采掉了。哦，已经被采掉了。然后它慢慢小，但是小颗有小颗的好吃。小颗好吃，哎，为什么呢？它的营养都锁在里面了，它跑不掉了。那大颗是它水分吸得多，它长得比较大，就分散掉。而且我发现小颗的是不是更有草莓味儿？对，内行人说，这是大的，七百。好，谢谢您。买了一大箱的草莓，自己采的草莓，好棒！大湖酒庄，哎，咱可以买一个这个，哎 ，Strawberry Wine。小的怎么这么大？
草莓的店就全部都是粉红色的。 Oh my god， 好有少女心啊。谢谢谢谢，我换了瓶冰的，谢谢您。对，您好，我来一份草莓香肠，香肠还有草莓贡丸，哇哈，草莓香肠，今天少女心爆棚，全都是粉色的。香肠都是草莓味的，尝一下。没有尝出来草莓味，但是它甜甜的。我需要一颗大蒜。来嘛，这可是草莓园大哥和卖酒的姐姐一致推荐的客家菜，老主。这么霸气啊！天哪！开门了吗？两个人。养生草莓醋，这咱就是没有地儿了，你知道吧？要我高低买个醋。客家料理，
相思大肠。尝一下这个草莓气泡酒和草莓啤酒，大湖草莓气泡酒。哦，这个甜。哎，这个啤酒真的是有草莓味儿哎。它里面有新鲜的草莓汁，老板你喝这个啤酒吧，我觉得你可能不爱喝这个甜的，这里面有水果酿造的，你可以尝尝这个，这里边还有柳橙汁，还有橙汁。这个就是正常啤酒。对，正常的啤酒里边加上草莓的味道。餐厅超大，然后应该是当地，我觉得应该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餐厅了。刚开门我们俩就进来了，我们俩在啊已经开始来人了，已经开始上菜了。